搞凉水站。蒜鱼柱，谢谢你今天当蒜鱼柱。好，要给你们看看是怎么买的。怎么样？好玩吗？从头接顶，都是雷。凉水站，但是有一个问题是，现在这边完全没有计程车，公车还要等，公车下午三点。对，然后走路过去的话，大概要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到快三公里吧。嗯，就是叫了个人计程车，没错。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多少钱，因为去自从从这边开车到那边大概就8分钟。你觉得多少钱？7000。我觉得会8000-9000哎。好，我们就来等一下看看就知道了。没错，其实这里很多人在这边骑自行车。哎，我第一次发现这里这么难过去那边哎。之前因为很有观光客，所以其实基本上计程车都会在现场等。对啊，到了到了，居然比我想象中的快。对，而且真的5100，真的5100。像那个旁边有贴一个，门口那有贴一个，就是公定表，就是他写说。2.8公里以内的话是基本有更是3800，呼叫计程车的话是1000，剩下的应该都是跳表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还好啦。那他应该是把我们放在屁股这边，然后我们现在要走进去。天啊，好多人哦！我觉得也是因为没办法出国，所以大家都来度假，超多。所以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就多高的那种。对，这边最有名的就算是热狗，我也是有点知道为什么哈豆哥很有名。我们去便利店买个东西。新款，买这个，就是他们的那个，这个首尔没有。想吃好的，好的。终于买到了，真是有够难买的。葡萄柚，葡萄柚，红茶，葡萄柚，红米红茶。像昨天就是像手一样，就是蛮善蛮过人，但好像还好啊，还算可以。这边是那个朴叙俊他们抱在一起拍树的那个地方。你看大家就是拿着对一只热狗，现在看个风景。Photo room， nice。晃动晃动，继续晃动。我们现在要去买热狗哦。我们派出我们的 Luna， 这间热狗叫做 Yon Hot Dog。来这边一定要吃的，可是大家都有来吃。哦，长得很可爱哦，两个拿，这个女子爱我嘞，耶、yeah ！这热狗是很近，对对。我的热狗，看一下我的热狗，然后看一下这个摄影组。来，我看一下你拿了多少东西。摄影组，谢谢你今天当摄影组的女子哦。平常那一只都是我在背的，今天换她背。哇塞，你看这个东西这么多。你看这里还夹一只，然后还要夹一只，还要拿饮料，还要帮你拍影片，还要帮我拍影片呢，还要记录我的影片。对啊，我现在帮你记录。哎，你不要急，他维持还维持两只哈豆哥，找个风光明媚的地方。嘿，哪一颗？那颗平平的那一颗吗？对，好。希望不要有人跟我们抢，他学我们穿着，学我们的穿着干嘛？都穿衬衫。对啊。哦哦，你怕？都泼到我身上了，妈的！你看滴到了。所以我们要独占那两颗石头。要吗？自然要翻。哇塞，辛苦嘞，是不是？摄影组是很辛苦啊。那个在那边啊，我看到相框了，大家都在等拍照。这些众人。后面。你不要用那个热狗搞我。来，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们刚刚买的热狗。嗯，它就是炸的热狗，然后外面有一层糖霜跟番茄酱跟那个芥末酱。差不多给思密达蒸。哈哈。我想好。哦，怎样？绿色的。惊为天人吗？跟我之前吃的颜色不一样。嗯。
热狗。嗯，我知道它热狗有什么不一样、啊，外面的皮比较软，然后它里面的热狗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热狗。嗯便利店卖的那种青阳辣椒热狗吗？对，它里面还有绿绿的东西。对，它就有点辣辣的，有点辣辣的。嗯、这张还不错啊、嗯，难怪会变成两者同名菜。嗯。穿来穿去，然后看会不会一定会卡住，看你会不会卡哪一个，不然你要挑战。再来啊！卡住！你们两个一起拍，我要笑死了！不行，这么好笑。跟那个阿妈合照了、哦，你才跟阿公，你干嘛？不是，你是跟帅的合照。我看，我看，怎么样？好玩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、哦。很好笑哎、欸。最小的那个过不去，真的过不去。太瘦的女生就是胸部都很卡住。真的，除非你真的又瘦，然后没什么胸，对，才有机会。除非你跟小孩子一样，对，很小，很瘦。是不是？刚刚有个妹妹都过不去了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步行回那个凉水站。你自己跑，我跑不动了。还有两公里。我们来吃这间伊木奈伊木家的王煎饼。嗯。你看一下，我最喜欢的。嘎嘟嘎嘟嘎嘟。对。你看，它长毛了。长毛有什么的吗？不喜欢长毛。对。好像有两个年糕，意大利面的味道，是葱煎饼，这还有还是有海鲜呢、欸。葱为什么不吃？我觉得它有个味道吧。你有东西不吃吗？芝麻叶啊，芝麻叶这我觉得芝麻叶不能算，因为芝麻叶这个味道太特别。我靠，这样成个好多哦，这样子才两万，就两万，嗯哦。以前都是酥酥脆脆的。它现在还是我以前吃这件是外酥内的内软吧，里面没那么水啦。然后这一锅都是雷。就我觉得你那个是加饭，还是你加的呢？你可以挂在下面吗？对啊。对，然后我看到还有，本来没有什么笑，看你们眼睛。哇塞，好多了，我突然变好亮啊。好近，但你不觉得？我点了婚姻加老 K， 它上面是黑芝麻，下面是牛排，蛮好喝的。好喝呢，你要喝上面吗？芝麻糊的感觉。是不敢用吸管喝的。有啊有。它本来就会这样。拿出来花虫鸡蛋，看智商就。好壮啊，能够聪明的。对，他提议的。